哎呦，老师，他不知道肚脐，他在肚脐耶，他在干什么？摸肚脐，不好好的长，在摸肚脐，他又不好好的长，歪七扭八的。哎，下来，歪姐姐下来，歪姐姐下来，歪姐姐，你看啊、哦，去看的手，在这边，在这边，在这边。我需要请一个小朋友高哥哥把他矫正。好，子珊，子珊，我请。啊，子珊，子珊。啊，子珊，子珊，你看他是不是歪了？要把他的右手拉下来，把他拉。对，就是这样子。然后你们不要脱手，把他的右脚拉过来。长得又高又漂亮，你看，这才是树，好吧？所以以后我们看树的时候，我们要坐正，不要坐歪，不然会变胖，好不好？坐歪变胖，对不对？要跟妈妈讲哦，妈妈怎么能这样说？坐歪是骨头。对呀，发音会往右边，你偏哪边就往哪边，你一边的动作就到这边。好，我们谢谢树，那歪树哥树家宝宝。那个歪姐姐哈，好，哥哥累了哈。啊，哎，小朋友，你要不要去帮嫂子拿一束啊？那个树树啊树啊，树阿姨来啦！哎，袁大飞，你要娶我吗？你看，树姐姐很多果实，哥哥吃一个。是嘴很好，我觉得买的好。哎呦，反正很甜。可是没有比不上那个水蜜甜，所以你要下在下面跟阿姨讲，要拿水蜜上来哈。赶快去拿，是不是？那你这样想，赶快拿，拿回去给爸爸妈妈吃，叫妈妈做正吃，爸爸做正吃，才会保鲜的。你这样想，什么是做正吃？什么是做正吃？做正的，好吃。这样明年苏姐姐也会长更多果实，明年也有更多水果可以吃，搞不好这边会有一颗西瓜也不一定哦。哇，好好，是谁的呢？好好猜。西瓜不会长在树上。好，走吧，你走那里。好，我走这了 ，sorry。还没吃完呀？哎，我什么没画？准备了。什么没吃完？什么？我准备画出来。我准备了。哦，所以呢？哎，等一下，我也是。要好好珍惜，可是捡去不好的时候，才能长出圣灵的果实。你们知道什么叫圣灵的果实吗？郑成功，让我们了解一下。走。恩慈良善，仁爱喜乐和平，心情
平的、大的、小的、最好的，怎么搭配随便你，保证心情变好的。你正站好看这里，来一张的写照，裤子马上就要出现，最漂亮的等你。加油加油，打打气，我给你掌声鼓励。不结果是我最开心 ，Oh baby you baby。